今日是我們這個農曆五月二十一日，國曆七月初八日，就是我們城東宮建宮以來到今天來安坐到我們的龍條，我們的埕西跟天公路今天來安坐，有很多友宮好朋友大家來跟我們城東宮祝福，跟城東宮的鼓勵，大家關心，所以城東宮到今天的建築才能夠順利在進行中，多謝各位。
以前呢，高端管理会由着咱高院陈秀玲陈议员，以及率领着咱全体罗姐阿妈安秀民意代表组成团队。刘淑仪作为咱姐阿妈，由着咱社当中各个会主任委员林刘雄、林淑仪率领着咱社当中全体委员同事，各由着市刘主任委员和咱全体委员同同事会议。相当中问题更有一旦扎进也会安做好安多做网络改变由于上天堂里出很凶再很凶三很凶九凶忍罗安转进行往地修理国中在国中三国中六雄到川这里吼带咱关县者，请甲咱就赛，以及咱龙飘，咱天公路程，咱现在准备要来进行决赛。啊，天公路要办了。来，今天就咱就赛部分吼。非常感謝吼，啊，咱哦贊助到咱城南宮吼，啊，建宮吼，啊，即个贊助即个神神大德認定啦吼，啊，大家攏會當合家平安吼，啊，今仔日真正歡喜吼，有咱即个國有宮有堂吼，即个孫仔仔吼，啊，即个神神大德認定吼，連到三間建宮的工作吼，啊，即摆今仔日咧，咱咧舉辦到即个祝日的龍條的大典啦吼，啊。会使讲吼，真正圆满吼，啊！伫遮感谢大家，啊！希望讲大家吼，有伫遐经过的时阵，会当来遮奉茶吼，啊！谢谢，感谢。